不允许我的宠物不吃东西。那等等等等等，宠物不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吗？你要再这样逼我，我就告你，告你虐待宠物。你告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就在大理寺，你想告什么，随时都可以跟我说。我不吃饭关你什么事嘛？当然关我的事了。你饿着肚子，生病了。 或者有什么万一，那谁来帮我治孤独啊？我就知道你还是为了自己。这些饭菜都凉了，我让玄玉再准备一些新的过来。玄玉，不吃！我说了我不吃，我不吃！你准备什么我都不会吃，吃了我就是猪。 你确定？确定啊！哇，这么多鱼啊！你刚才不是说不管我准备什么你都不吃吗？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，你说万一我要是受伤了，你的蛊毒怎么办呀？所以我还是吃一点好了。 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不要乱跑了，很危险的。知道啦，哎呦！大人，太子在来的路上了。